Oh, sir, mighty fine day, isn't it? Do you like the weather? Excuse. Well, I need to go now. Bye. When the older sister arrived at the other side, the twins and their older sister were already feasting in the grass.大家好，我是张德南，我在克利夫兰动物园工作。 我很喜欢学习中文，江德南等水学习中文已经有2年了，技巧很好，希望大家以后学习上，每项班数共同进步。 看样子这个新来的同学还挺牛，我们过去跟他过脸交。请啊！哎，江，不对，他不叫江，他不叫江，难道叫孙吗？他姓江，小丁啊。哦，邓南，我叫柯文杰。 他叫霍华德，你们好。听说你的中文学得不错。马马虎虎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实三年五载能吃得透的。你别着急，我们给你考考你。 怎么样？没问题，啊，考什么呢？咱别说难的，中国人非常讲究礼节，乡人问好，你肯定会吧？那是。 好，那咱们剧烈表扬一下问好。正南，您先请。我身上好，好，您爸爸好啊，好，您妈妈好啊，好，您太太好啊，好，你儿子好啊，好，谢谢。全是大白话，没文化。 有你文化，你来。霍先生好。好，这不一样吗？家父好。啊。家母好，左肩好，全子好。停，你这说的不对。
Asia Fung Sha Mu Shi Dwe, Zin Shi Fung Wu De Chia Cheng, Chong Hu Dwe Fang Fung Wu, Lin De Yang, Lin Zhu Lin Tang. Jiao Shi, Zhou Jin Chuan Zi Shi Dwe Zi Ji, Lao Po Er Zi De Chia Cheng. 然后别人是应该说和别和人富人另郎，这么我自己的儿子就是狗，别人的儿子就是狼呢？不都是吧，品种不一样啊，你再重新练一遍吧。霍先生，林俊、林堂可好啊？好。夫人和令郎可好啊？好。既然我们来学中国文化，就要入乡随俗，对不对啊？没错。在中国，摆设随意。讲究轮次排辈，这个班是我先来的，左一以后你们得管。我叫大师兄，霍华排行老二，正南排行老三。好吧。那你们怎么跟我好呢？叫。大师兄啊，好啊好啊，小二好，小三好，什么乱七八糟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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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获奖的同学颁奖。周浩和王倩都是长桥教育中心的创办人之一，他们现在仍然义务地为长桥中心和华人社区做着大量的工作。周浩是课程亚洲节执委会的常任理事，王倩是长桥教育中心艺术组负责人，请两位创办人到台上来。请马石老师公布名单。啊，请念到名字的同学到台上来领奖。啊，获得第三名的有王子树、范思琪、刘新乐。吴乔坤，获得作文比赛第二名的有杜兴瑞、穆忠义、周阿美、黄艺林、孔晶晶。获得作文比赛第一名的有吴云舒、杨思凯、辛文清。李玉成、黄义章，祝贺这些同学。
节目传承功夫。